阵阵海风，清河面，浓郁风情，二月天。马贝拉，濒临地中海。对于面临降雨的中国勇士们，这里温和多雨的冬季，气候再适合不过。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的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降雨了。打靶、跑步、卖力的挥洒，这些看似早已司空见惯的动作，但也就是这些运动最有效、最直接。夜幕降临，称重的时间近了，运动员们又喜又悲。喜悦的是很快就要摆脱煎熬了，悲伤的是时间短。此次的赛事主办方的卢本先生当众求婚，让大家一同见证着属于他们的幸福，让我们不禁感慨，这座城市不仅有骄傲的风光，也充满着浪漫的气息。希望这一愉悦的插曲能缓解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我们听到这个武林风要到西班牙来，我作为河南人呢，比较特别激动，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赶过来的，开了6个小时的车，带老婆孩子过来，对咱们这个武林风的支持。我经常周末都每个星期六都看武林风这个节目，作为中国人，肯定为咱们中国队加油，谢谢。祝中国勇士们取得好的成绩，载誉而归。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稍后登场的是70公斤级赵岩对安东尼奥戈麦斯，69公斤级宋少秋对伊萨姆，64公斤级钱义中对卡泽哈亚特，75公斤级吴思翰对亚历山德罗，70公斤级吴佳楠对阿丹马丁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西班牙站精彩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接下来将要为您呈现的是一场中国对阵西班牙70公斤级的比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来自中国顺远搏击俱乐部的赵岩。Otro campeón internacional que toca aquí a su familia, 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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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suena? ¿Te suena? ¿Ese tornado? ¿Esa máquina? ¿Preparado? ¿Desde el infierno? ¿Campanas de gloria?Para Antonio现在开始，
西班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由红方安东尼奥·格麦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目前是 WKO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而他的对手呢，是我们中国顺远搏击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岩。赵岩这位选手呢，自己的攻击能力是擅长重击为主的一位选手，而且自己的防御能力非常的不错，自己一直以来最大的提高空间呢，是自己的这种连击能力。而他的对手安东尼奥·格麦斯已经是1989年的选手，是非常有经验的，目前的战绩是49胜6负2平这样的一个战绩。赵岩目前是30胜10负，赵岩是95年的选手。这个现在刚才这一套拳打下来有点杨卓的意思啊，还在找。赵岩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最大的期待是赵岩的连击能力，因为赵岩本人的这个力量是非常不错，在70公斤里边也是体能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新人选手。本次比赛呢，当然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后起之秀啊，包括刘大成、王志伟、赵岩、钱一中、黄丽等等的这样选手都悉数登场。本次走进西班牙也是我们首次来到这个国度，来到了这个马贝拉市。现在赵岩的问题是自己的脚步和拳的配合，目前我们看到赵岩已经挥空了几拳，应该是因为是自己的脚步没有跟到。找机会侧踹，刚才有一个超人拳的嫌疑，但膝法没起来。正当感觉上安东尼奥·格麦斯的这个体能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的肌肉状态是很不错的哦。一人打了对方一拳，对方是右手，赵岩是左手。好，前后手击中对方，对方做了一个后手拳没打到，哦，刚才前排打到了。赵岩现在在绳圈里被对方重击，小心，没错，要从绳圈出来。连续的进攻，哦，对方一个跳膝没打到，高扫。赵岩刚才的那一在绳圈边上的被打击呢，是影响了他的状态，现在气息恢复，漂亮前平攻，很左势。赵岩不要在这个绳脚的时间长期站立，没错，从里面出来。第一回合非常漂亮，赵岩感觉状态还是需要更兴奋一点。本次比赛呢，由于中方选手是来到了西班牙跟对方本土作战，中方选手是蓝脚啊，虽然赵岩穿的是红色的短裤，对方是红脚，扫踢。现在对方是处在整个擂台的中间位置，是处于攻势。赵岩是一位擅长打防反和这个主动进攻的选手，有的时候他的整个表现有点永动机的感觉。他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进攻不够连贯。我们看刚才安东尼奥·格麦斯已经用了两组的进攻击打了赵岩，赵岩现在需要主动发出自己的进攻，然后把这个局势找回来。赵岩需要把自己的兴奋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回合如果被对方压住的话，必须需要一组或者一个非常明晰的重击才能让对方把自己的劣势扳回来。对方刚才一个转身的后摆拳没打到，赵岩现在不要往后退，要往前走。转身的后蹬判断的距离不够好，赵岩不要在绳脚里跟对方对拼。对方目前是 W， 后手摆拳击中了对方，对方的表情有一点晕，赵岩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方应该是已经缓过来了。刚才的那一拳非常非常明晰的打到了对方的面颊上。
在一段时间内的赵岩其实是有优势的，刚才他并没有增大自己的这个优势，还是选择以稳健的方式继续打下去。现在两个人开始猜对方的进攻，因为赵岩已经体会到了对方的这个连续进攻的能力，而对方也体会到了赵岩单击重击的这种威力，所以双方都对对方略有忌惮。我们看这个场下的朱斌教练呢，一直在这个告诉赵岩，你的拳要往下压，因为拳如果往上飘起来以后的力量就不足了。赵岩目前在对攻频率和密度上是不能跟对方对拼的，而只能在拳法的质量上跟对方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那现在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最终局。前刺，赵岩在这一回合看来是想拿回自己的攻势和优势，对方的前刺没有打到，赵岩在找机会后摆前摆。双方在进入了两回合的了解以后呢，赵岩发现了对方在输出的时候脚步并不移动，所以选择了打点以后快速进攻以后离开，而对方发现了赵岩的这个连击能力并不是非常优秀，对方选择以这种高密度的这个组合型的进攻跟赵岩对拼。没错，这个时候赵岩的确是需要先打，自己需要先出动作，这样的话压制住对方。如果只是打防反的话，相对于对方的组合要比赵岩要强。对方的前手平勾又打到了赵岩的面部，刚才是双方拼膝的时候蹭到了赵岩的裆部。赵岩侧踹腿，整蹬，这个狙击也不错。赵岩的实际把控呢，比原来要好一些了。现在，哎，漂亮，超人拳接左腿的点膝。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几次的所谓的神来之笔啊！赵岩需要更多的是自己的这个整体的战略意图和这种主动进攻的战略的风格。目前打防反的风格呢，其实并不太适合赵岩的发挥。赵岩不是那种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可以非常非常快的及时的反映出自己的进攻战略的选手，而他需要的是自己有优势的压制对方的局面。跳膝没打到，扫踢正蹬。前后手，两个人在这一轮的对拼基本上都打空了。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赵岩这个时候不如去打一轮进攻。在整场比赛中以防反的方式进攻的话，在裁判的判罚中呢也会有所影响。好，赵岩在找机会吗？没有，对方正蹬。时间已经不多了，两个人要不要对拼？哎，滑倒了。哦，对方的左手平高击中，扫踢，赵岩的连续进攻啊！比赛时间到了。那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安东尼奥·格麦斯 WKO 70公斤的世界冠军，的确在比赛的技术全面性格战，心理状态也非常的好。赵岩在这场比赛中有几个不错的表现，但整体看来还是有点消极。我们也期待着他继续的进步，毕竟95年的选手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Benedito ganador esquina roja。
It's great, you know, to fight here with my public and this great event, you know. And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Jilong is really famous in China, and I would like, you know, to fight him, to face him in China or wherever around the world. 有没有总结一下这场比赛？我是第一局，然后跟他打，往前进攻时候，然后眼挨了一下，然后眼睛第一局看不清了，自己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反正自己输就输了，回去自己好好总结，再加油。稍后登场的是69公斤级宋少秋对伊萨武，64公斤级钱以忠对卡泽哈亚特，75公斤级吴思涵对亚历山德罗，70公斤级吴佳楠对阿丹马丁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西班牙站精彩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接下来将要为您呈现的是一场中国对西班牙69公斤级的比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来自中国仪龙奥羽的宋少秋。Campeón grande, grande. ¡Aysa! Si tienes un sueño, ¡Shadi! Tienes. ¡Pisa! ¡Sienza! ¡Casi!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西班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是红方，是来自西班牙的伊萨姆，22胜，目前0负20次 KO， 拥有非常强悍战绩的一位选手，而他的对手是来自伊龙奥羽的宋少秋，96年的选手，7胜2负的战绩。对方是一个炸药包式的选手啊，戴着白色的手套，因为两个人的短裤类似，我们用手套来区分。本次中方选手呢，因为来到西班牙，我们是蓝脚选手，而对方是红脚。对方用了好多次这个有点像咏春拳的蓝门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挺少见。宋少秋来自伊龙奥羽，也是一位新星啊。本次呢，我们来到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呢，也有很多我们的新的选手，除了刘大成啊，比如王志伟、赵岩以外的钱一中、黄丽等等，包括现在站在台上的宋少秋，都是我们的新生的小将。伊萨姆这位选手感觉就是浑身充满了这个爆炸的力量，要跟对方拼命的感觉。不过现在我们看宋少秋把对方呢顶在了这个绳脚边，这个腿出的预判的距离还是需要再谨慎一点。本次我们来到这个西班牙的马贝拉呢，也是受到了当地的欢迎啊，并且现在地中海气候的当地的气候非常舒服啊，本次的我们的选手备战呢，也相对于原来来说稍微好一点，不过也是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飞机啊，也是给我们的选手说一声辛苦。为了传播这个中国的文化和我们的武术精神呢，武林风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向世界各地进行友好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并且我们也是首次征战西班牙。哦，宋少秋的后手打到接腿以后的后手直拳啊，这个接腿摔，裁判认为是两次发力了，但其实还好，打击了一次，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有两次发力了。顶膝低扫高段没有打到，转身的后摆运动太大了。伊萨姆的战绩啊，让我们感觉很恐怖，22胜20次 KO。
这样的一个选手时时都得防守着他这个进攻。前摆后直，正蹬没有打到，接腿后的打击术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看本次宋少秋的表现呢，我感觉到现在还是有点紧，整个的身体发力，包括整个的身体张力的都是绷紧的状态，漂亮。整个的发力很充分，但是，如果没有轻重的变化的话，自己的体能一方面下降比较快，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自己的速度。宋少秋在现在的表现，我们看到就是想跟对方打硬攻。伊萨姆开始这个发力了以后呢，宋少秋的这个打击的力量因为比较足，每一下进攻都比较足，所以速度相对慢一点。而且我们很担心，如果要是用这种全力抡摆的方式去打，到第三回合还有没有这么多的体能？哇！双跳。可以说，在这一回合的比赛，伊萨姆并没有展示出来跟战绩等同的这种对攻的能力。宋少秋呢，在整个比赛的表现是，一直寻求着给对方打对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能也在气势上压制了对方。我们看宋少秋的进攻套路路数很刚猛啊，打斧低扫，对方还一个后手，又打斧击中，前摆后直又击中。这一轮的进攻中，宋少秋打得不错，后手拳连续的打击，找机会，对方在绳脚里，看宋少秋怎么处理啊！对方出来，对方选择了一个前手的类似于刺拳的、有点盖眼的这种动作，然后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移了出来。宋少秋习惯这个接腿后抱着对方的腿进行打击，我们看，对方现在捂着自己的裆部吗？但是裁判还是坚决的读了秒。这样的话，宋少秋就拿到了一个强制八秒，在这一回合拿到了一个局点，非常漂亮。我们来看宋少秋能不能继续增加自己的优势，后手拳，连续打击。对方的这个进攻也很快，我们看连续的拳法的密度，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不过刚才的这一下，宋少秋被拿到了对方的一个读秒点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回合是肯定。七胜两负的宋少秋面对22胜5败20次 KO 的对手，给了对方一个读秒，非常漂亮。现在宋少秋把对方堵在了绳脚边上，还要继续施压。裁判说你要听我的命令，不要着急打。对方的摆拳顶膝扫踢，
左上球往前接。哇，伊萨姆的这一回合的这种进攻表现非常漂亮。好，转身的边拳接腿，接腿摔是允许的。嗯，继续刚才的这个动作应对，我们个人认为宋少秋也是比较正确的，对方正好处在一波攻势里边，截断他的攻势，用接腿摔来克制对方的节奏。宋少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自己要进攻就要先出，现在目前是伊萨姆出的动作相对较多，而且也是占着比较大的主动权。好，漂亮，后手拳砸到。我看伊萨姆的拳法不是非常的重，他的拳法更重视的是自己的这种连续性和打击的密度。好，高位的正蹬接腿摔，裁判警告他说你不可以二次发力把对方抬起来去扔。又一次警告了宋少秋。我们看伊萨姆的主要进攻方式呢，是更加在意自己打击的连续性。宋少秋刚才的这个扫踢呢，是把自己的整个位移空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整个体重压上去。电线踢没打到。连续的打击，双方的拳力量都用的不是非常大，不过连续性上面，我个人觉得伊萨姆会好一点。宋少秋的这个腿直线型的截腿呢，也是控制了对方的进攻。这场比赛的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伊萨姆这位在战绩上看着非常恐怖的选手呢，并没有给我们展示出来如他战绩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哦，刚才上钩很漂亮。好，那我们来最后看一下裁判的判罚。本场比赛vencedor esquina azul，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你宋少秋，这场比赛打的感觉怎么样？这场比赛打的感觉挺辛苦，因为我是第一次跟随武林风出国比赛，然后心情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一定要打好了，我不能给我的团队就丢脸，然后就是因为我前面一场比赛已经输了，我不能再输第二场比赛了。所以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肯定会有收获的。对对对。哦，谢谢你，加油。谢谢。稍后登场的是64公斤级钱义中对卡泽哈亚特，75公斤级吴思涵对亚历山德罗，70公斤级吴佳楠对阿丹马丁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西班牙站精彩继续。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中国对阵西班牙64公斤级的比赛。我们首先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IFMA 世界泰拳锦标赛亚军获得者，来自中国香港的钱义中。Después de este maravilloso cinturón, estamos con otro campeón. Es...
España. Presentamos Guerrero, Guerrero Total, a Kaiser, a Jap, España.现在开始。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西班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4公斤级的比赛。这次的比赛的红方是来自西班牙的卡泽哈亚特，这位选手是 WKO 的欧洲冠军 IPTA 的世界冠军，那么目前的战绩是32胜3负，非常好的一个战绩。而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钱义中，来自香港福德拳馆，很多观众应该对他也有了解， IFMA 的世界泰拳锦标赛的亚军，44胜10负的战绩，是一个泰式的选手。我们看双方在这个维度上的钱义中要比对方小一点，而且在赛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钱义中是非常含蓄啊，表现的非有一点点小的紧张和害羞。我们来看在赛场上钱义中能不能快速的适应这个擂台的比赛。我们看钱义中还有比较明显的泰式的这种风格，用下肢的进攻为自己的这个总结性的停顿，或者说作为一个双方对攻这个回合的一个小的短暂的休息。中段前刺，中段泰式的风选手呢是不太在意对方是不是对中段进行防御的，刚才对方其实做了有点带摔的嫌疑啊。双方在互拼，对方这个卡泽哈亚特呢相对来说的这个进攻多变性要比钱义中要强，有自己的拳法加腿法的连击，对方有非常不错的战绩和两条这个金腰带的头衔。那本次比赛呢，我们来到西班牙呢也是有很多我们的新秀啊，除了老将所谓的刘大成，我们的王志伟、赵岩以外，钱义中、黄丽等等的选手呢都是新手，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弱。这刚才又有带摔的嫌疑了，前刺前后摆拳，哇，钱义中小心，感觉有点意识有点恍惚，哇，刚才太危险了，刚才感觉钱义中整个的意识都在这个慢慢的有点恍惚。前刺，哇，这个比赛刚才真的是太惊险了。相对来说，我们说卡泽哈亚特也就是多边性上，而且我们看在维度上的明显是比钱义中要大。现在进入了第二回合，第一回合钱义中其实在后面的比赛里面有一点悬，有点险啊。现在，哇，双方的对攻，卡泽哈亚特一上来有点得理不让人的意思。钱义中扫腿正蹬，没错，现在控制距离是自己需要做的，毕竟跟对方拼拳并不是钱义中的长项。哇，后手拳低扫。这场比赛卡泽哈亚特的表现很是凶猛，
香港福特拳馆呢是主要以这个泰拳训练或泰拳式的自由搏击训练为主的一个拳馆。在我们武林风走进香港的比赛里面呢，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包括我们一直很熟悉的这个香港的功夫兄弟啊，这个陈氏兄弟。钱一中这个时候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方式，如果在内围的中近距离没有办法跟对方拼拳的话，没错，就像现在这样用泰式的内围孤颈 clinch 来限制一下对方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双手孤颈的这个频率一定要注意，毕竟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双手孤颈是会被作为消极的一个方面。钱一中需要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开阔的平台，我们看在他的进攻中多次以这个使用前后手直拳接抡腿的这种扫砍为主，他需要一个对方的护持像一道流星一样闪过滑出了这个擂台。好，现在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刚才场上医疗监督也进行了检测和这个钱一东没什么问题。我们看在双方的身体维度上感觉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钱一中要小得多。扫贴，前刺前扫，对方的前后手的摆拳的力量非常的重，加上自己的扫贴，钱一中现在选择这个硬碰硬的方式对自己的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哇，钱一中有点脚步已经开始踉跄了，连续的摆拳又一次掉了护齿。第二回合已经结束，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回合。在第二回合的表现依然是卡萨哈亚特的表现，毕竟他更希望跟钱一中进行硬碰硬的对攻，自己的维度爆发力都是不错的。钱一中在这一回合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战术是不是要跟对方进行对拼。现在进入了第三回合，第三回合传统意义上是泰拳手的回合，他们习惯于五回合的对攻从第三回合开始发力，但在这一回合中钱一中因为被对方压制了比较多的时间，不知道还能不能发挥出来。哇，泰拳手的优势呢在于他们的身体硬度和这个非常出色的重击能力，而他们的劣势也是在于他们的这个相对迟滞的步伐和对于中近距离高密度拳法的防御能力。我们看钱一中每一次的打法是相对固定的，自己前手后手的直拳接自己的一个扫踢，而对方的打法相对比较立体，泰拳手这个习惯于用自己的这个腿法或者下肢进攻为主要的总终结，这也是跟他们的比赛规则相关。刚才的这个左侧摇闪不错，躲开了。哦，左手平空顶膝，连续的打击。钱一中刚才在这个混战之中左手平空拳击中了对方。卡萨哈亚特的表现非常的凶悍，但又不是非常的激进。场下的边角一直在告诉钱一中把手拿高进行防守，但似乎对他的影响并不大，他整场比赛的表现的战术和整个的意图呢都是比较明显而稳定。哇，左手平空拳又击中了，刚才这个接腿摔呢有一点强接的意思，不会对分数有所影响。真的给我的感觉在64公斤级这个级别里他的对手的维度有点过大了。在这段的对攻中呢，钱一中还是用了自己
还是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扫踢和自己的前后直拳，但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这场比赛的胜负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做好。Ganador, esquina roja. 比赛结果，红方胜。Muy duro, sobre todo, le he golpeado arriba, abajo y he estado a punto de noquearle, que no se ha podido dar. Le he hecho varias brechas en la ceja y ha aguantado hasta el final del asalto.Del combate, quiero decir, pero bien, unas sensaciones buenas, positivas, me he sentido fuerte y con fondo físico. 全新一代千年选手的梦想擂台，每周日凌晨0:07播出，与武林风无缝链接，共同呈现周末搏击之夜。全新一代本周将为您带来 WLF 中国区新人王挑战资格赛。67公斤级四人战，赛场惊险不断，意外连连，搏击小将疯狂对轰，显示理性，现场昏厥掉落拳台，视为合音。方便高徒频遭踢裆，勾起坦克惨痛训练经历。武林风之全新一代，12月18日，敬请关注。稍后登场的是75公斤级吴思翰对亚历山德罗，70公斤级吴佳楠对阿丹马丁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西班牙战精彩继续。接下来将为您呈现的是一场中国对西班牙75公斤级的比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吴。Aguantando, clase, golpe a golpe, para adelante siempre, desde Fuengirola, Musi Jin. Atención, a Terminator, Alex, Mostazo, wow.现在开始，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西班牙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马贝拉为您带来的一场男子的自由搏击赛。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吴思翰很多观众非常熟悉了，星武创新目前应该是身高最高的选手，拥有1.88米20胜8负的战绩，在这个级别里可以说是拥有这个统御力的身高。而他的对手是亚历山多罗，11胜2负1.83米的身高，其实身高也还不错。这场75公斤级的比赛，吴思翰还是一如既往的，我认为会打控制，因为自己拥有这么傲人的身高，如果不打控制，实在是亏了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吴思翰自己除了有傲人的臂展和这个腿的长度以外呢，他的顶膝也是非常的不错，会让很多擅长做摇臂进入打内身的这样的选手呢，有的时候防不住。我们看刚才的顶膝，场上裁判是来自中国的赵子阳老师。前摆，吴思翰
洪松安的端架呢，也是这个新武创新典型的散手式散打式的端架，脚下保持比较相对灵动啊，两个手抱护头的方向比较高，身体相对侧向啊，双方换拳，刚才亚历山德罗打到了吴思翰，双跳膝，有点盲目了。腾空动作一直以来和转身动作呢，都是我们自由搏击赛场上最喜欢看到的技术之一。正因为他们的难度变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难度呢，观众更喜欢看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在腾空中的过程中，你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方向的。转身的时候会有瞬间自己看不到对手，这些也都是这些动作的问题。哇，亚历山德罗的表现的拳法很扎实，整个的身体维度我们看要比吴思翰大。吴思翰一直保持着想打防反，其实这样的身高，我个人认为多打一些进攻，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哦，对方前后摆，吴思翰后手拳，右手左手拳点膝，哇，连续打击，亚历山德罗有反应了。吴思翰的这个身材呢，并不是非常的健壮，但是吴思翰的这个攻击力也是非常好的，漂亮，又达到了，又一次前后手的摆拳，双方的对轰。吴思翰如果打摆拳的话，一定要把对方拉开，否则做上勾会更好一点，毕竟自己的臂展上在超近距离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了。顶膝漂亮，哇，两个人都是抡啊，右手拳左手拳的点拳，亚历山德罗的这个打得很聪明，在进入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亚历山德罗的摆拳会出现比较好的效果。吴思翰跟对方进行了对拼的一回合，双方打得很难忍，整个赛场的气氛也被点燃了。现在进入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双方在后半段呢对拼打得非常的精彩，相对来说吴思翰赢，哎，对，没错，就是这个距离，相对于对方的中远距离和自己的中距离是吴思翰最擅长的，而对方呢如果进入比较近的距离，实际上对对方是比较有利的，毕竟对方的臂展比吴思翰要短。亚历山德罗的这个攻击的力量是很好的，吴思翰也要小心后摆拳。刚才朱斌教练教这个在教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让出这个后手前手这样的组合。双方进入这个超近距离，没错，吴思翰要用膝。如果进入超近距离，吴思翰的膝法呢就会给自己带来比较好的优势，加上自己这个比较傲人的身高啊，这个点膝时不时就可以上头，给对方也是比较大的威胁。前手后手的打击，跳膝。在这一回合或者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思翰的表现相对于原来来说打得硬朗多了。上勾顶膝，没错，上头双跳膝，对方的这个拳顶迎击，对方的摆拳顶不住了，被乌斯汉顶在了绳脚上。我们看在这一回合中，乌斯汉的压制是非常漂亮的，漂亮啊！亚历山德罗在第一回合的几次的这个重拳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震撼，但是在第二回合乌斯汉在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距离以后，我们看给了亚历山德罗很大的压制。哦，左手撑板，亚历山德罗刚才左手的摆拳顶打到吴思翰的左腿的高位的顶膝，
前手的刺拳，吴思翰左右手的连摆跳膝，后手摆拳，双手的箍颈挟制对方的平衡，非常的漂亮。上钩，在这回合中我们看到了好像2.0 版的吴思翰啊，整个的攻击能力非常的硬朗。哦，顶膝，对方出了，在顶膝的同时呢，踢了吴思翰的膝盖下面，啊，脚踝的位置，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亚历山多罗的这个重拳一直感觉是在这个憋着的感觉，吴思翰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头部和有效部位。我们看朱斌教练上来给了一个大拇指，很满意自己这个学生的表现。现在进入这一回合，传统意义上的我们的这个最终局。在这场比赛中，吴思翰的前第二回合表现的尤为出色。亚历山多罗在这一回合呢，需要表现出来更好的自己的能力。打斧，对方低头低位打斧，前手的平勾。哇，两个人开始进入了这个电话亭战术的对攻。进入了超近距离的对攻，其实超近距离的对攻呢，主要就是一个身体反应和基本功的问题了。当对方打到你拳套上的瞬间，你要做反应，判断对方的防御位置，进行对方的这个漏洞的攻击。这也是很多高水平拳手最擅长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其实战术意义就不大了，主要就是基本功。这个亚历山多罗刚才打的这一下，我们相信他是没有看到，好吧？哇！双方换拳，前手平勾，吴思翰后手前手顶膝，双手箍颈的斜置，两次的顶膝。刚才这个顶膝有点连膝的嫌疑了。我们看双方进入超近距离，哇！亚历山多罗摆拳，吴思翰拉过来，现在双方的体能都在下降，就看哦，漂亮，很扎实的后手拳，对方的后手摆拳顶膝，吴思翰，现在双方这个纠缠的是，哇、哦！亚历山多罗的后摆拳，吴思翰的体能现在好像有点下，啊，双方现在纠缠的时间变长了，说明体能也会出现一点小问题。直接箍住这个脖颈的后面，用这种 dirty boxing， 也就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肮脏拳击的这种方式，抓着对方的后颈进行打击，这个在规则里是允许的。啊，双方头对头碰了一下，连续两次打击都打在了吴思翰的肘尖上，漂亮后手拳打到了。亚历山多罗在最后的时间拿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后判罚。第三回合亚历山多罗的表现更好一点，第二回合肯定是吴思翰的表现更好。在这场比赛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2.0版的吴思翰了。在进攻中呢，原来这种身高的吴思翰呢是不太敢跟对方对拼的，这场比赛中吴思翰打得非常的硬气。 Round 比赛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哇，这场比赛出现了平局，我个人会认为吴思翰的优势会相对对手来说大一点。那现在进入平局以后呢，双方不光拼的是一个体能啊，更拼的是一个心态。开始我们整场比赛的激情已经被点燃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个重拳手亚历山德罗和一个非常爷们儿啊，拥有非常好的身高臂展的选手，竟然给对方不打距离战，而是打了对方的内围对拼。吴思翰上钩，双方又进入电话亭，两个人谁也不想让阵脚。吴思翰目前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顶在了对方，把对方顶在绳脚边。继续，在气势上吴思翰表现得不错。相对于亚历山德罗来说，其实吴思翰有更多的战术可选，自己可以选择控制距离，但他并没有选这样。还是那句话，哦，对方的后手拳塞到了吴思翰。跳膝，漂亮，打到了。吴思翰用自己比较灵活的脚步在移动中找寻其机会，双方又贴在了一起。我们看这像一场拳击比赛一样，吴思翰要多用自己的膝啊，拳法的进攻呢，由于自己臂展的问题，在进入超近距离以后没有对方容易发挥力量。推开，前手后手连击，顶在龙角边上，绳角边。这场比赛给我们看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啊，连续的对攻，双方谁也寸土不让的这种表现。打斧啊，两个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亚历山德罗刚才用了下面的这个踢支撑腿来破坏平衡的方式，想遏制吴思翰往前压的这种状态。吴思翰的主要进攻点在对方的这个面部，而对方的主要进攻点呢在吴思翰的胸腹部。这也是没有办法，如果往上捞着够的话，我们看就像这样的拳法呢是不是非常容易命中的。好，这种小的刺拳不会对选手有过大的身体伤害，但是对这个节奏的破坏也会有一定效果。吴思翰现在需要几次重击，对方的这种上勾，我们看下边踢支撑腿，上面打上勾拳，在体能上亚历山德罗的下降好像要快一些。吴思翰后手拳，好，对方的后手摆拳，又打中吴思翰一次。哦，这场比赛的四个回合打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罚，但给我的感觉，我非常欣喜的就是一个2.0版的吴思翰出现了。如果他能把这个状态稳定下来，他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新武创新的台柱。我们来期待一下裁判的最终判罚。Atención, los puntos, esquina rincón rojo. 比赛结果，红方胜。确实感觉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感觉时差还没倒过来，上场之前还是在打哈欠，但是总体来说自己的一些练的技战术还是没有打出来，所以说这次输也是给自己吃教训，以后回去加强自己的技战术，不会再被对手带到他的节奏里面，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的原因，回去好好努力，我争取下一次打得更好一点。稍后登场的是70公斤级吴佳楠对阿丹马丁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西班牙站精彩继续。接下来将为您呈现的是中国对阵西班牙70公斤级的比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来自中国明辉俱乐部的吴佳楠。
a triunfar. Golpe a golpe, siempre dando más, más y más.赛现在开始。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西班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是由红方来自西班牙的阿丹马丁斯面对蓝方来自中国明辉俱乐部的吴佳南。那这场比赛是70公斤的比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猜想，因为70公斤呢是一个世界级别，在70公斤的自由搏击擂台上曾经展现出来很多我们到目前还一直津津乐道的明星，比如当年的 K1 四天王等等。那在中国呢，目前70公斤我们非常需要一位顶梁式的人物，包括现在的焦富开等等的选手都在为此而奋斗。那目前本次的吴佳南来自明辉俱乐部，是中国散打锦标赛的第5名，2014年的成绩。明辉俱乐部呢，也是一个以这个散打自由搏击化为主要进程的俱乐部。相对于星武创新更在意选手的连击能力和他的技法多变性呢，明辉俱乐部的大多数选手是以自己的重击能力为主要加强点的。他们的选手有很多出来以后的重击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们看现在穿着浅蓝色短裤的就是吴佳南。哦，我们看打击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力量很好。像2014年有成绩这样的选手呢，基本上都是在散打泰拳化后期的这个选手，他们在这个进攻的重击能力上呢也是非常的不错，而明辉俱乐部呢就主要是针对了这一方面进行了加强。西班牙的阿丹马丁斯呢是26胜3负的战绩，目前还没有头衔。明辉的俱乐部的选手吴佳南目前是5胜1负这样的自由搏击战绩，刚刚转型自由搏击不太久。哦，我们看吴佳南的拳法的进攻很扎实，并不是动作很多，但是在每次进攻中呢都希望把力量用足再起进攻。70公斤选手可以在这个级别进行很多的分化，比如说提高了自己的打击力量，比如说提高自己的打击频率，增加自己的腿功，增加自己的拳功。当年的 K1 四天王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前直前上高，后直低扫，拳路的选择是很宽而且很灵活。虽然看起来两个人的打击互动数呢并不是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力量表现。吴佳南在此之前呢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关注过他，而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明辉的表现的区别和联系。好，选手进入第二回合呢，作为明辉的选手呢，我们很期待他的这个重击表现能力。我们看在对方腿被自己扛在肩膀上以后，一轮暴起的进攻吴佳南。他的对手阿丹马丁斯呢目前表示的还是比较的
防反的意识比较严重，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动进攻。好，高位的抛拳，我们刚才看这次总教练朱斌呢，给这个吴佳楠的这个指导里面就有这种前手的斜下往上打的干打，后手的右上往下打的抛拳，然后做自己的扫踢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看吴佳楠会不会用出来。低扫，散打的选手如果在转型的过程中呢，会出现第二回合末的这个体能瓶颈，第二回合末到第三回合的体能瓶颈和自己的这个进攻中，后半段的这个进攻疲软。吴佳楠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身高相对对方比较低呢，吴佳楠是需要自己打进去以后再进行进攻，而且自己又擅长的是这个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拳法。哦，中段的扫踢，前摆拳后摆拳。现在我们看到阿丹马丁斯呢表现的慢慢的开始积极起来了，而吴佳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直是一个稳健的进攻中，毕竟是这个散打的这个曾经的散打体制内的选手，自己的水准还是非常的稳定。我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个散打式的选手可以在这个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打出自己的特色。现在星武创新包括明辉都在致力于此，在努力。吴佳楠的拳法的路线的变化不是非常的多，还是以这种打的有效性为主要的进攻。哦，对方的扫踢直接用手臂去挡，以后用后手拳进行打击，很硬朗的打法。对方的后直，吴佳楠的一个侧面的摇臂躲开正蹬，低位砸腹，后手拳，前后手低扫。现在两个人选手的拼的数量呢，其实并不太多。两个人的有效率都不错，出拳的力量相对来说吴佳楠要好一些，但对方的这个打击频率和密度要大一点。本次比赛我们来到西班牙的这个马贝拉呢，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地中海的风情啊，非常的好的天气，给我们选手的备战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天气条件。那我们以每次武林风呢都是以展现中国力量、中国文化为主要的宗旨，本次也是我们首次进入西班牙。好，那么继续进行第三回合的比赛，我们也期待吴佳楠的表现。毕竟两个人在前两回合的进攻，哇，吴佳楠的后手前手，对方的后手拳的摆拳，底扫，两个人的打法都是以这个扎实为主。吴佳楠在这个中近距离的对拼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自己有很好的内围的进攻经验，漂亮，上钩。明辉俱乐部呢也是在最近我们越来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而且他的选手的这种特色呢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种，很注重自己的这种打击的质量。高位的扫踢，那可以说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呢，我们对于选手打击密度的期待应该是不是非常的高，但是两位选手由于都具有这种重击能力，特别是吴佳楠，我们很期待他能给我们展示出来他拳法的力量。两个人在进入这个中近距离以后，就有点像一场拳击比赛了。漂亮，对方一直攻击吴佳楠的这个大腿，因为吴佳楠到目前为止很少出现提膝的防守，
毕竟已经第三回合了，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把对方堵在绳脚里，想进行进攻。武佳楠的问题，我们现在慢慢的可以看出来，打击的力量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在打击的密度上，因为没有办法压制对手，所以导致自己的这种打击的量没有办法继续贯彻下去。后手答复，点波的顶膝。那么作为阿丹马丁斯呢，目前的表现一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输出频率，也没有给这个吴佳楠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两个人相对来说还是以这种稳健控局为主要目的的两个人。我们看吴佳楠的拳打到马丁斯手套的瞬间，马丁斯进行反击，这也是比较典型的防反选手的技术。我们看在吴佳楠后手拳打到马丁斯前手的瞬间，马丁斯的前手从内侧绕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内线进攻方式。我们来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达佛扫腿，高位的扫踢，还在顶，两个人就顶在这个中近距离，很漂亮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的判罚结果，可以说吴佳楠这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对方的打击数应该质量会。Esquina roja. Yo.